没有，人家远雄啊。那你的肥皂哪里来？你没有肥皂啊？阿姨没有肥皂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可以用马桶水啊。这是高脚怎么这么烂？那你还不去找妈妈求救？哼，烂透了是不是？是啊，都烂透最好，最干净。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